因为有句俗话叫新姑爷先上门，小鸡下料坟。我是感觉你们切的比较大块的是吧？对对，它炒的时候还会缩水。锅热了，冒烟了，一定要加入菜籽油，它会更香一点。很多人先炒葱姜，其实那个是不对的，要把鸡充分煸透，让它的油脂充分的释放。鸡呢不能选太老了，选择香一点的鸡就可以。我要吃这种有香味的啊，一定是要有香味的那种啊。灯蘑是目前不能人工培育的一个蘑菇，只有野生生长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特别的香的，菌香四溢。选择上是尽量就挑选小一点的，不要太大。做的时候呢，用剪刀把它的根部剪掉一部分，因为它泥沙会少一点。基本上这个菜呢，我建议在家里呢，大家是大火，大火呢能充分的把它的油脂融入到汤里面，更好的把这个菜炖浓，炖得更香。大火收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然后给小火收一收汁就可以了，味道就很 OK。在那个东北菜里，那个小鸡炖蘑菇呢，大部分的多加点粉条，加了粉条之后再拌点饭，我都特别的香。这个汤汁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，可以稀一点，也可以稠一点。因为这个菜呢是一个很家常的菜，其实在家里都能去做。